是大连风格的，对，这个是是吧？对啊。什么玩意儿？今天有菜谱，菜谱，好。啊，你们都没吃啊？哎，尝尝万达的，好吃啊，关键是尝尝万达的饭。稍后再见，谢谢。等太远，等九月份我们合肥再开。那他在上海会不会具有一些优势？嗯，在上海那个城市会吸引到一些。对了，他在上海有一点优势。嗯，但是正因为这样，我们在无锡干了一个，无锡居于上海、南京、杭州的等边三角中心，嗯，都是30分钟到35分钟。现在不都有轻轨了吗？全轻轨、一体化，很难说究竟在交通上谁更有优势了。哎呀，哎，行了。真的，我说实话，确实是觉得，就是我喜欢，其实就是这种，还是感觉比较简单一点，干干净净、单单纯纯的，然后比较能够善解人意。因为其实我这份工作，其实还挺需要对方能够理解的。就是如果说很多时候因为忙嘛，对吧，也没有时间。校长真的很适合做一个访谈主持人呢、啊。所以说。